我这不是本事长，卖多本事来破坏环境。哦，老龙哎，你是不是本事？你不如静观看一番。但你过来目的，是爱我回首再利用，是这样吗？你听来我终于带来给你，你都会了解。我以什么天来，什么时阵进府？为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？哦吼，这都要问恁两个啊！还是不交情，不来往。最近只选的上野朋友兼学生的同学同事，替我作业，只有一丝丝来看恁。不高兴不要紧，我看人都好，所以这个你是修还是不修？半人半鬼啊，混合症，就会是看清楚了，这个我稀罕，没事是两看都在。现在看起来无什么特别，人失了意识，但要做不为本领。我有啊，是魔界真实的黑暗龙族，把你降住。纯正的跟混正，卖相提评论，不是少年的提得好啊。哼，再说了，你功要紧不少，你是你耐心。也不只要送东西，有什么好送？你去做个龙少，你别转正了。你这只得就混了来些啊！就来，你真叫我爱你。不是看我，是看伊。你爱一个要死要死的关龙自己决定讲丢，哪里唔丢？看伊提来龙血，伊就归作正灵小灵角色，一切看伊造化。哎呀，你这手动啊，敢袂伤胆？伊若无死，一手就是救伊；伊若死了，就是本事变老。仅仅是一只小龙魂。哎呦，我还认得。